怎么啦？刚表现很好啊。你自己觉得你刚刚表现不好吗？就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，又一次。就之前也是，一直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要求。对，这个自我要求的确有点难过，但就是只有你自己能够解套。就像今天，如果是你的伙伴，你觉得他表现很好，但他像你那样状态，你会怎么安慰他？我也会鼓励。对，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也是那一种要求很高的人，但是我常常会忘记鼓励我自己。我们很容易去鼓励别人，但是我们忘了鼓励自己。我们都要学会善待自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把自己当作是你最好的朋友，因为问心无愧是很重要的。当然，你旁边的兄弟也都知道你的改变，这样就够了。试着把自己当作最好的朋友，善待一下自己，你真的很尽力。刚才 PD 也就讲到你啊。OK。哭一哭，最棒了，你知道，完全明白，加油。加油啊，还没表演呢。好，好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